哥，这个串串怎么卖呀？10元8串，美女。我每一串都来一样呢？大概30来块。那我每一样来一串吧。嗯，好的，美女。莲藕、猪肺、猪皮、鸡肝、猪肚、鸡肾、脆肠、鸡心、鸭肠、脆骨、海带、西兰花、土豆、菜头、莴笋。这个是木耳，这个是金针菇。好。这个是白菜，这个是豆角，这个牛肉，这个是脆皮肠，虾饺，这个是豆腐，这是豆泡，这个是豆腐皮。好嘞。这个是豆腐，这个是凉皮。凉皮可以再来一串吗？嗯，好的，美女。辣还是微辣呀？我要微辣吧。嗯，好的，美女。这是哪里的口味呀？这个是我们四川的口味。这辣椒自己做的吗？对对对。叔叔，那你每天要做多少个串串呀？1000多吧。那么多？对，早上6点钟都开始做了。哦，这里一共多少钱？35，美女。好，谢谢。这样的街边冷串串真的巨好吃。